现烤披萨热腾腾出炉，连锁卖场客订十寸披萨适合一人独享，价格159元。但有民众日前利用外卖订购卖场的十寸披萨，收到却是长这样。光肉眼看就觉得披萨缩水，拿出尺一量，约莫5寸，等于17公分左右，跟10寸25公分差很多。实际向连锁卖场预定取货后，拿出尺量，披萨直径23公分，比上原本大小少了2公分。这应该是放错了吧？请教云林卖披萨20多年的老板，他说通常披萨前制作业都会依照每种尺寸称好面团，客订后再制作，十寸出来就10寸。像民众这个状况，可能是烘焙师把6寸当成10寸，跟外面的比是有点单调，想吃就不会觉得对。整体看起来太粗糙了，我就觉得他可能99。那边会考虑一下。不少民众认为159元披萨有点单调，也有人觉得想吃就会买，看法也是很主观。三新闻张展志廖一德云林台中报道。